一首歌，我今天都比较挑那个我妈妈那种年代的啦，卡拉 OK 金曲，卡拉 OK 的吗？部落白的那个白大精选，但是都带一点感情的哦。卡拉 OK 就是一定要喝的时候哦，都唱了什么《伤心酒店》吗？打水小弟到哪里是回池上买便当了吗？打水小弟可以到我的那个休息室帮我拿一瓶水吗？感恩。他是我的堂弟，然后我跟他的主演名字一样叫依然，对。就是我们不能说是一个父系社会，然后是阿公传下来的名字，对。今天哦，其实我们也准备到很多那种很老，差不多凤飞飞的啊，好好爱我之类类的耶、yeah! 我妈妈说那个不能唱，给我们的那个打水小弟掌声一下，瘦咯瘦咯瘦那个眉毛、欸欸、举杯一下，干杯一下，干杯一下，有吗？要满杯耶、yeah!好，干杯一下，干杯一下哦！清明节快乐，哎！就是那个、哦、旅人驿站的哦，好喝呢。好，带来下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耶、yeah! ！这首歌是我在听到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。布农族的歌手叫做全世皇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南投的，他开那个早餐店的。然后那时候在他一个什么歌唱比赛，然后听到唱这首歌说很走心，那个心从走到这边呢，咦，太严重了，这样就不用那个心脏医生了呢。好，带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掌声五下，咦，超过了哦，分贝会超过哦。
总是轻声地说，嘿也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沉默不说。有感觉到被疼的感觉吗？啊，这是酒吗？啊，没有办法，这因为不能喝酒，你像我的那个声音会超速呢，会弯，有点那个爬山的感觉。不是因为妈妈在？不是了，那是伯母，对，我妈妈在拿杯子，耶、yeah。